他们后面，还有我们跟拍这段小心哦，不要跌倒哦，小心小心。断，是桥墩断掉，还有整个桥都会已倾倒了。31年，31年。那我们上面做的正是引道，是，顺便跟院长还有各位长官报道一下。前面有看到这个护栏有换，然后 AC 有重铺，这个其实是在今年的三月的时候吼、哦、发生的地震。那次的地震，它其实坏损的部分是在引道段，就是引道段我们大概都是填土的，底下都是填土的路体。那引道段的部分裂开，然后挡土墙有裂缝或者是侧移的部分，我们都把它修复完成。那护栏也重新安装过。这边都是那个封桥啊，顶多就是那种时候来啊。